是今年三月惊喜宣布和旧爱具俊烨再婚，并发文写下：“人生无常，我珍惜当下的幸福。”之后就和老公过着低调幸福的生活，期间也不断传出他将要退出演艺圈的消息。不过时隔六个月，大 S 再度发文宣布美容大王回归啦。他抛出自己新代言的影片，画面中的大 S 美到发光，完全看不出45岁的样子，身材也维持得非常好。他也在影片中分享久违回归的心情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的生活也变得比较简单，这一次跟大家见面，可以把这种平凡的正能量分享给大家。我会认识 TK Life 这个品牌，是因为我妹妹小 S 代言了他们的胶原蛋白饮，他们也是很有信心的推荐给我试用看看。女生要维持美丽，就是不要放过自己，要做足每天的日常基础保养。其实大 S 自从2019年和小 S 一起出席品牌活动后，几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现身。重新恋爱的她也多次被小 S 称赞回春，看起来根本就是少女。如今新婚后首度回归，据传代言的价码大约是800万，粉丝也惊呼天哪，仙女终于回来了。而从 SOS 的粉丝团分享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大 S 的工作花絮照，她穿着白色礼服，露出胸口的 K 字，也代表着老公具俊烨，左手无名指同样露出摘不掉的婚戒，明明是出来工作，看着却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哦。